尽管身体是静止，心里却交战，镜子颠倒自己，自己颠倒了早晚，心中的人感叹时间好短，戴上耳机让自己听不见，听不见围绕身边一切的情节，唯一的噪音却重新浮现，想要如愿的删除变贪无厌，不断重播的画面每晚更清楚点，要分辨梦和现实每晚更辛苦点，那是熟悉声音被完声音不变，那是谁我不想看清楚脸，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，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，回忆里的雨从来没停过，人对上天从来没赢过，心里的雨从来没停过，眼里的雨从来没停过，没能明白的道理从来没提过，究竟何种解脱才能再没疑惑，一个人无助的走，害怕抓不住的手，烦怒是崩溃的吼，身体止不住的抖，已过去的事情却被过去下了咒了，过不去的心情又怎么看得透呢，软弱无力有种莫名的孤独，有时不算痛也称不上舒服，那药那笑那叫最后的孤注，那循环仿佛一生找不到出路，躺在床上用各种姿势度日，黑色的意识用各种方式复制，用先生，先生，你有没有怎样，先生，先生。车撞到他，然后他现在有一些陷入昏迷的状况。现在有戴安全帽吗？没有。学弟，现在帮他评估一下他的脉搏是怎么样的。我帮他评估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让他看一下啊。脉搏有点，没有脉搏。体温有点高。看看有没有骨折或是肿胀的现象。有，他有点骨折。我们先把他移到平坦安全的地方，好，做详细的评估。好。学弟，刚才我们经过评估，患者现在有呼吸，没有脉搏。那你现在来帮他施行 CPR 的 compression。好。好，首先两乳头中心点，中心位置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七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。看到脉搏？没有脉搏。可以，继续做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二一，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十。有脉搏？有脉搏了。所以你要用这个吗？你们刚才现场评估他的 breath 跟 blows 是什么样吗？病患有 breath， 没有 breath。
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吗？还有飞血的现象。喂。陈医师，陈医师，下队有个紧急手术，需要你赶快过来。什么？紧急 OP？ 都是的。哎，这不是我早上撞到的人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陈医生，在那边干什么？赶快 OP， 快什么上来？不然现在病人有什么状况？报告医生，现在病人有 fractured and heavy bleeding， 需要你检查一下。病人现在有严重的 pneumorphic 跟 internal bleeding， 现在进行紧急手术。是。管理护士，麻烦帮我准备镊子与 scalpel。OK。然后小护士，待会我要帮他 hemostatic， 然后帮我 hemostatic， 然后把骨头取出。你是镊子与 scalpel。OK。麻烦喽。然后小艾护士帮我 hemostatic。OK。陈医师，现在病人的脉冲率还算稳定。稳定。陈医师，陈医师，什么？那个现在病人的那个 heavy breathing 已经止住了，然后他现在你是不是要清除他的那个 internal breathing？ 好，麻烦把我的 scalpel 给我。好。管理护士，我需要那个剪刀与镊子。OK， 了 ，Doctor。好，我需要那个棉手术线，我需要还有钢板，我需要把他的 Tibia 接起来。好 ，Tibia， 钢板给你医生，谢谢。陈医师，我要开始哦。现在不动手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陈医师，他现在有 BP 有 gas 情况，还有那个 report heartbeat 的那个症状。好，护士，止血针，强心剂。我看到导头，导头，现在目前的病人呢，博德皮血和 heartbeat 在持续降低，已经低于安全值了。我们准备做电击急救。护士，准备。OK， 老头。Clear。医生。
梦，醒了没？做梦的人，我问你，你的梦给了谁？有多少个夜你在床上辗转难眠？多少个机会你错过，有苦难言？一转眼都过去了，但你放不下。当你闭上眼，还是在梦中缠绵。与梦想在梦中团圆，想回到过去，但你清楚已无法将过去还原。看着时间在流逝，只有你独自检视过去，其他的琐事都无视。有点，有，还有点骨折。我好笑。要开下巴，清楚口腔。先生，你怎么这样？先生，我会掉。夹到我的头骨里。我卡住。歪了。血难小。你们都。老头，病人的博德皮血尔和 Heartbeat 在持续降低，已经低于安全值了。好，我们赶快做电击，护士准备。OK， 老头。Clear。等一下，我要开始了。真是，他现在有那个 BB your game， 还有那个before has made 的情况，干，没有啊，那个你拿来，拿来，我重现。陈医师，他现在有 BB your game 的情况，还有那个 report has made 的那个症状。好，护士止血针，强心剂。OK 了，董总。